都脏兮兮，白毛变黄毛，毛长到都纠结在一块，而且笼子里狗毛掉了一堆，有的眼神无助，有的不停的在发抖。转角到另一个房间也是一样，笼子里的名种幼犬已经奄奄一息。这些是新北市动保处破获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动物养殖场。但是他打开房间查看，发现屋子内满满全部都是狗笼，但是小狗都过世了，一共十多只，是活活被饿死的。你们去看完了，剩下的就是要上台。礼拜六会上台北。你上次说的那个板桥，一个是那个台中。叶子，伊那像个九人座的，再个一种的草马站，一匹草马站脚，啊，地址啊，伊一查就知影啦。公园以后，一啥物站务就拢知影，因嘛是拢伫遐足高的。不能再给你，我给你带晶片，带预防，预防啊，的预防针。哦，是哦，啊，那晶片呢？是晶片可以给你们，等资料做完就可以。也没有意义啊，因为小鬼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孩子或干嘛，我可以给你乱骗啊。去澳门搭飞机。那个搭飞机，走到这边买。
的月子大，我做牙齿保持，然后一定在四月前牙齿刚好全部换。啊，但是另外一个反方就是坐飞机到大陆，进广东坐火车有深圳进香港，王志明都是。而且我们店里的幼犬，只要放到第五个月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出口往国外销售，香港啊、新加坡都有，菲律宾也有。